将自个心中这个的目光在他，控制底下全部拉起来讲，泡茶啦，还是语言的时阵，看到一些阿爸的心态，将波带拢落去声，去触发伊的感慨，是共识。孔子利用诸种证言，对于政治有无效的制度、文化传统，拢讲究流失上。孔子的人，修道学多啦，对这个政治、人物、社会制度、文化传统，拢讲究流失上。迄、那个物件，甲迄个名，爱有符合。所以咱嘛是实，人我看到是第一个想法，实在咱嘛是实实。咱讲咱的修道，啊，到底咱有在修道无？那在苦，到底在苦，你都想想哦。哦，从前真主啊，我是三信，我是因为无二不中哦，有朋友交流不行哦，我不行。哦，所以。我来学者，达到真无主，用这三个条件编织伊家己，达到一个信念，信念，咱是，咱来开始。我几十年来拢用个素食，啊，用个食的，啊，这条复杂的路，叫人行到安尼就新鲜，啊，但是我的行动有符合这个修道人。介绍者，哦，安尼在代言是困无许困未起，哦，介绍者，哦，因来无呢，那做外事咱就要改变政治，啊，咱的人生一条路，咱行咧快乐，行咧安稳，行咧有空间，啊，所以呢，诸罗篇记孔子。记诸罗问孔子，哦，为君太子之为臣，子将何先？孔子曰：必也正人乎？哦，诸罗一篇，诸罗问孔子，为国国君，足爱你为臣，老师啊，你若是做为臣，你要对对谁做咩啊？你一手干么的，要对对谁？孔子解。必也正人哦，我也是个正人，我这个名也是做出来。像讲咱的心道，啊，我的行动爱符合心道的原则，安尼。不是咱人的不是性，嘛是安尼啦。理想走向偏差，伊家己袂安心。哦，我讲咧欺负人国，哦，你安怎啊？安怎啊？我做到做到是啥物啊？所以，小姐，但恁偏记者讲讲，向孔子请问政治的这个道理啊。但恁一篇，只讲讲向孔子请问政治的道理啊。孔子只在告诉来讲啊，用简单的比喻来讲，就是君君臣臣父父之父。意思是讲。君爱上这个君，臣爱上这个臣，父爱上这个父，子爱上这个子。君的完全做出来，臣的完全做出来，做人的老爸完全做出来，做人的囝嘛做出来。哦，唔讲为人君，又唔讲为人君即有人，为人臣即有敬，为人子即有，为人父即有子，为人子即有老。那先做出来。哦，就是正人主义啊！如今我不想这个国，名存实亡，已实亡。干那无迄个名呢？啊，实在都无迄个实在存在。亲像咱亲，讲咧修炼，讲咧修道，啊，有咧修无，拢有那差不多安尼，名存已实亡啊！哦，所以是啦，我唔爱甲你想啊，我拢咧骗。哦，我拢在骗侬，我家己讲过了就是，要我有在想无？哦，
本心爱不愧，你那个心爱没有惭愧啊，那个这世人那过得不简单，但是得到达真正幸福，真正大愿。哎呀，世间的不错，还是说我这人七过来八过来，过年都到了，你等那个心，你是中秋过几过呢？先提提拜神，这大家努力啊！哦，唔通甲放未得志，啊，唔放未得志，来控制引起控制唔安的感觉，为了名，阿都无会实际，在引起控制唔安的感觉。伊感慨就是当时的国君完全失去了发号施令的权威，做事的人反而控制国君，所以自主。主主的主界，他因庭主国，故而失去畸形，畸形者即为故人。故既然失去迄个行动，迄、那个形态，那么这个故同是故，机器即天下之物都不改变。机器和物件，即天下物件拢差不多是啊。故君主以失于君之道，即为不君。神以失去神之职，即为修呢？所以啊，姊妹就等下了解，咱今仔日修道，咱本身为一个经营者，咱要完全做出来，咱为一个大主，啊、哦，有一个领袖，有一个典范师，咱要完全做出来。若无完成，不但是咱家己坠落。咱所大的祸源，拢都是咱的祸源，所以咱家己想着会感觉很惭愧、惭愧，因为世间的真理就是一条尔，无两条。吼、哦，世间真理是一条尔，只要你真正开慢，只要你真正有做出来，你绝对无当。就一定的道理，你从对火源内面交代一过，一定。所以咱爱振作咱的精神，唔通互控制感叹，高在。哦，那么安呢，咱就感觉真健强。你安怎见老母娘，讲咱拢转去，感情就会转去。来，开始，我们来了解天分。感谢大家。嗯。感谢严师慈悲，学大力高，功大力高。感恩感恩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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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